晚上不能吃，一直到隔天中午吃完以后，下午只能喝水或是加糖的水，这样而已啦。由是身口意三业道清净，成为出离世间轮回的正因，就种下解脱啦，乃至往生净土，解脱生死之根本，可以消除各种的痛苦。所以各位如今一一闻之矣，果能如法禀受佛。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，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，达到无我的空性，达到慈悲利益众生，更要随时收看，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就是护持三宝。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柚子医师陈慕容。最近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让很多朋友都知道洗手很重要，除了用肥皂之外，使用酒精或干洗手也是可以清洁手部的。有些朋友觉得用越多就可以洗得越干净，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。使用的量只要2-5cc 就可以了。将酒精或干洗手喷在手心、手背，并搓揉20秒就完成。另外还要提醒几个重要的洗手时机：吃东西前、照顾小孩前、看病前后、擤鼻涕后以及上厕所之后，在适当的时间洗手，才可以有效预防病毒感染。这一次传完这个戒，各位完了把这一本带回家好不好？因为你每天最好在家里念一遍十供养。那再来是平常初一十五，或是你自己今天放假，你要受八关斋戒，那最好你自己念，因为这里面有短轨，你如果有时间你要念长的，自己念也不会超过30分钟。但是请翻到166页，这个短轨大概5分钟你就念完了。但是早上各位听我这样讲，就是说你那一天决定要守八关斋戒，就在你早上起床太阳还没出来之前，你刷完牙了，你就在佛前念一遍，这样就好了。要在太阳出来之前念完，要守完戒，10分钟就念完了。有两个短轨啊，当然你愿意念长轨也可以了，我刚刚说了。然后你受完了这一整天，你就保持这个正念去做事，哪怕你要上班，你有家庭要煮饭，你还是要照做。当然如果你的家里能够体谅你，说今天守八关斋戒就煮素食，那更好了啊。所以我们以前就经常鼓励
别人，就是说三四个人到你家受，然后你负责煮五斋，对不对？然后下个礼拜到你家，下个礼拜到他家，然后他们家庭才能够，大家全家都学佛嘛。所以要互相就影响，那个时候你就念短的就可以啊，短的就不会很困难。所以你念一遍，然后175页是另外一个短轨，然后呢，这本书的后面还写了受八关斋戒的各种的功德，怎么发愿，怎么回向，然后受这个戒有什么样特殊的功德，都写得非常的清楚。那这样你就越来越了解，然后你就会鼓励别人来受这个戒。而且受戒的经典的根据是什么，那这上面都写得很清楚。我们念一段好了，请翻到221页。你只要受一条戒，就有这条戒的功德利益啊。221页就在八关斋戒这个，我们念一下来。受持八关斋戒的因与果。一，在昆都三人祈请经中，佛陀被问，过去您是积了什么因缘才能证得金刚圣身，拥有32身像庄严等，包括无间顶相。如来答，这是因为过去是舍离的有起或而杀生，有降伏心的烦恼，使我不剪短他人的生命。所以起或而杀生，就是说你要去杀不是随便杀，你一定生气了起了烦恼，所以你去杀生了。你看到那个老鼠很讨厌，起了就像蚊子叮你一样，你起了这种烦恼就把它杀掉了，你有个动机而且把它杀掉了。所以但是你能够忍啊，我明明可以杀，我降服心的烦恼，然后我不去杀它，这个叫不杀生啊。那这样不杀生呢，那你将来就有佛陀的金刚不坏的身体无间顶相这个意思。第二，为什么佛陀的手有千佛轮香，而且修长手指发出网状的光芒？如来答，这是因为过去是舍离了有起或而取他人之物的利益。好，各位你手拿起来看看，长长还短短，如果你手指头短短，你可能很喜欢打麻将哦，很喜欢偷哦而且你这个骨头这个筋，哎呦，爆爆爆，代表你这个人保证贪污的所以你手不偷盗的人，手就会比较庄严。甚至各位你回去进美国机场还要按手印呢，你回去看看你10个手指头有几个轮相。所谓轮，它是右旋的轮，有些是这边右旋，那边左旋，那边左旋。佛已经打了10个都是右旋的轮相，但是佛是千佛轮相，整个手这个这些手纹都是很庄严的，不像我们这样复杂的所以因为你的手不偷盗，而且懂得去帮助别人，就有这个相貌。第三，三，为什么佛陀有圆满的五官和身体？如来答，这是因为过去是舍离了有起或所造的邪淫，所以不邪淫的身相庄严，脸相也是庄严。第四，为什么佛陀有广长舌相，胜于寂眉又动听，像大梵天的音乐？如来答，这是过去是舍离了出于起或而妄语。所以念一次来。不骗人，不骗人，口才好，口才好，不骂人，不骂人，唱歌声音好听，唱歌声音好听，不说是非，不说是非，讲话别人喜欢听，讲话别人喜欢听，不讲没意义的话，不讲没意义的话，说话才会清楚，说话才会清楚，舌头要绑安全带，舌头要绑安全带。所以各位你一定要注意因为
因为你要念佛、诵经、持咒、讲佛法，那佛陀不一样，佛陀的声音不一样了，它叫64种音，任何一个人都听 佛陀的话都听得懂，不用翻译的，佛陀不用翻译的，不用拿麦克风的，而且佛陀的话听一遍以后生生世世都记得。所以佛陀讲这么多的经典，就是他口业，叫语业轮的功德。那所以各位，如果你要修这个，你要从今天开始控制你讲话的方法，可生气的地方也不要生气。所以我经常讲这个，我师父告诉我要背的，他说地上有大便要不要去吃，没有人要吃，那你为什么要用你的嘴巴去讲别人的缺点，那不是在吃大便吗？各位把它记下来，你就要一直告诉你自己，然后你的习惯就会改了。不然有些人很喜欢去讲，老公我跟你说这样啊，怎么样，然后就是讲一些负面的啊，那千万不要，不要讲，嘴巴打开都讲正面的，都讲赞叹别人的，这个要养成那个习惯。再来第五，为什么佛陀有40颗洁白整齐的牙齿，并能品尝到食物最特殊美味的味道？如来答：这是过去式，舍离的因起惑，而非实时。所以嘴巴不贪吃，特别过午不食，牙齿好看，而且吃什么东西都好吃。第六，为什么佛陀身上充满了德性的清香？如来答：这是因为过去式，舍离的因起惑，而香花慢徒生。所以你现在不喜欢擦这些世间的香水，以后你光生下来那个身体就很香啊，你不会有身体的臭味。第七，为什么佛陀有32相80种随行好？如来答：这是因为过去是舍离了因起惑而歌舞和打扮装饰。所以一般女孩子很喜欢跳舞啊，打扮得很那个啊，以后你就比较麻烦一点，怎么穿也不好看，啊！所以因为炫耀自己的外表，所以各位多守八关斋戒，久了以后你会觉得你越来越庄严了，啊，越来越自然美。第八，为什么佛陀享有3法座莲花日月轮？如来答：这是因过去世舍离了因起惑而坐卧高广床桌。所以每一个佛陀都是坐莲花日轮月轮，然后再放佛陀在上面啊。所以各位就是说，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要去睡大床，尽量虐待自己啊。有人不捣蛋坐在椅子上睡也可以开始练习啊。所以为了要利益众生嘛，就不要贪着现在的享受。第九，为什么佛陀有圆满和无缺点的五官，并且让人目睹佛陀的圣身而勇敢欢喜悦？如来答：这是过去世舍离了因起惑饮酒的缘故，酒能使人放纵。第十，为什么佛陀有无间顶香？如来答：这是因为过去世拜佛时五体投地，头和四肢，并供养佛法身上师、受戒师和方丈。手拿起来摸摸头顶，尖尖的还扁扁的，哎，扁扁要忏悔一下啊。女生还可以把头嘟嘟嘟嘟弄一个高高的啊，所以佛陀是高到看不见，无间顶相，因为用头顶礼啊，供养啊。第十一，可知如来的32相80种好，也是因地上修行得来，所以相好庄严是如来果地依报庄严之一。那请翻到235页。那我们受八关斋戒，一直要祈愿回向给众生。这是我们大乘修行很重要，就是不要为自己想，不要自私啊，要祈愿，一直祈愿。你在报纸上
任何一个地方看到的灾难受苦，你马上要为他祈愿，而且自己发愿在修什么功德来回向给他。就像妈妈生病，哎呀，我要为他守七天八关斋戒，你会这样做的啊？那同样的，世间的每一个灾难都是你发愿的助缘，所以如果你能够这样回向了，这个功德永远不会散失掉，而且每一天这个功德都在增上，一直增加两倍、四倍、八倍。所以用一个利益众生的菩提心来守一天的八关斋戒，然后你就天天在享受这个功德。所以站在世间法守一天的八关斋戒，就可以七世升天，七世做富贵人呢。站在世间法，但是如果你站在这种利益众生的愿力，就像今天听王牧师这样说，来，当愿所有皆有，当愿脱离贫穷，脱离贫穷，有吃有穿，有吃有穿，有房子住，有房子住，找到工作，找到工作，独立自在，独立自在，你马上要祈愿，那你就跟整个世界的所有的皆有啊，都跟他们结下善缘，那你的心量会很广大。所以各位要这样子来祈愿，所以我们也念一下来。八关斋戒回向文一，如实回向会使我们的善法功德与日俱增，就如同把钱存在银行会不断闻声利息一样。二，所以要有令善法功德不会消减且日益增长的最好方法，即是回向。即使不能做到三轮体空的回向，也要尽力做到随愿的回向。三，因此我们平日要积极地培养利他的心情，并且不要吝于回向功德给众生。四，阅读大圣八关斋戒，受持或随喜他人持守大圣八关斋戒，就能在心田中种下很大的福报种子。要是这福报能够最好的利益我们自己和他人，我们要学习以下的回向。那现在要不是光念哦，念是当下的心。当你在念的时候，你真实在发愿，发愿是一种誓愿，不会改变，不会退转的，这样才会产生功德。那各位一定要练习如此。比如说你用菩提心念佛念很久了，你这个人很特殊哦，这个人心情不好，身体在痛，你只要讲话你好吗，他就好起来，因为你的口业的力量。所以各位一定要练习这个啊。你的眼睛要有眼睛的力量，你的眼睛多点灯，多看佛像，多看众生苦，你的眼睛看到别人他就可以得到安定。你要开始练习这个，所以你的身体多去帮助别人，多拜佛，你的身体别人一碰到你，他的痛苦就没有，踏到你的影子他痛苦也没有了。所以佛要我们善用我们这个短暂的身体来修无量的业报，那最强烈的就是你的心愿，你的心愿。所以一个人给人家感受到很相信他，而且好像看到他像阳光一样，因为你的心灵的力量很强，这是超越语文超越宗教的。那各位要经常真实的去练习，比如说现在各位来参加八关斋戒，可能今天很乖啊，但是平常你曾在家里可能抱怨啊，这样，然后你这个人给人家感觉就是那个负面的感觉，这个骗不了人的。所以那各位从今天开始没有自私嫉妒抱怨，只有不断的祈愿，不断的祈愿，而且真心的这样发愿，慢慢慢慢你的个性啊，你的魅力啊就不一样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念大家真心的祈愿啊，要感受到他的苦，所以为他来发愿，为他来修行，这是最圆满的。来，一，愿受身心痛苦的十方众生，因我的功德而得如海似的快乐和喜悦。二，愿一切众生不受害，造恶或生病。三，愿一切众生没有恐惧或被人欺负，心不被忧闷所压。四，愿盲者见声，聋者能听。五，
愿因辛劳而疲乏的身体得休息而复原。六，愿裸者得衣，饥者得食，渴者得水和美好的饮料。七，愿穷者转富，悲伤者得欢乐，失落者得希望。八，愿风调雨顺，农物物丰收。九，愿所有的药物能有效和合理的祈求如愿。十，愿一切病者迅速由痛苦中解脱，无论世上有什么疾病，愿他们永不再出现。十一，愿人们想到互相帮助，尊重一切生命。十二，愿所有众生都能升起受持八关斋戒的愿，直到他们证得菩提。十三，愿所有看到这八关斋戒真理的人，就算没有实行，也能永远不落入三恶道，更能升起菩提心，并迅速得证菩提。十四，愿众生永离三恶道，永不离真善大圣师父。十五，愿所有争执、战争和饥荒灾难立刻平息。我们念成就所愿咒，愿三宝能够满我们真实的愿。当然这只是个比喻，十五条你可以写一百条啊，一百零八条啊，因为所有世间的痛苦都成为你的愿，这是很重要的修行。来念一下，对呀他，对呀他，班长这样，班长这样，阿瓦波达，阿瓦波达，那也说哈，那也说哈，对呀他，对呀他，班长这样，班长这样，阿瓦波达，阿瓦波达，那也说哈，那也说哈，对呀他，对呀他，班长这样，班长这样，阿瓦波达，阿瓦波达，那也说哈，那也说哈。就像各位，你想到你的儿子啦，你最爱的人，你一定会一直跟他祈愿，一直跟他祈愿。那是我们现在开始修利他的心的时候，对所有不认识的人，对所有伤害你的人，你都要不断的为他祈愿，因为让你的心一直圆满，一直圆满，一直非常有力量，这是我们该修了。就像我们在念欧曼利贝明后，当愿六道众生脱离六毒烦恼，脱离六种轮回啊，个个都能够发菩提心。那你就一直嗡嘛呢叭咪吽，就是念咒是有这个意思。如果没有这种利他的愿力，那你来念佛持咒就好可惜。就像我们念阿弥陀佛，各位只要在路边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凡是让你见到了，都坐在莲花去了去了，让他们心里都能够到了极乐世界，让他们的身体在这个世间修慈悲心，这样啊，就不断的祈愿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你要念慢一点可以。啊，你不要一直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我要去赶一万遍啊，呵呵，我要赶十万遍啊！那这里面一点爱都没有啊，一点慈悲都没有，那对你就没有帮助。念久，你的脸怪怪啊。所以各位可以慢，但是要不断的祈愿，不断你在自己家里修行，不用赶时间了，没人在赶你啊，因为你要很慢，很慢。但是真心的祈愿，希望众生对方都好，所以各位最好在家里能够贴着六道轮回图，每一道的苦为他们念，有佛菩萨，有净土，有六道轮回，就一个一个一个帮他们祈愿，然后让内心里面转化。好，一个人之所以有痛苦生病，特别生病有三种因缘，第一个念一下业力，第二个冤亲债主，第三个四大不调。那这个业力，那就是要我们要忏悔。得癌症啊，酸痛一直不好，洗肾、心脏病等等，都不离开我们的烦恼所造的恶业。那所谓烦恼，贪的烦恼会造成水的病，肾脏啊、血液啊、糖尿病啊，这样嗔的烦恼会造成心脏病啊、肺部的问题、肝的问题；愚痴的烦恼会造成这种
所谓的硬，就是骨头的问题等等。当然，各种烦恼所造的恶业，那我们要虔诚忏悔，那特别我们要消灾，希望他消除病苦的，那在感情的事业上的障碍。特别我们要超度，超度就是希望他脱离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。那当然他一定有造了这个下地狱、恶鬼道的业，所以我们要代替他忏悔。那话又讲回来，你不可能说我在造恶业叫别人不要造恶业，不可能。所以你要代替你的父母祖先忏悔，至少你的功课要比他好。所以他杀业重，那你不能有杀业，你才能够代替他忏悔。甚至你以不杀生、不造杀业的功德可以回向给他。不可能一个贫穷人可以给对方钱，因为你根本没有那个福报。所以我们一整天不断的修福报，特别我们湛云法师、湛乐法师今天等于办了四五场法会啊，累不累啊？但是意思是说我们没有浪费时间。我们出家人并不是闲闲没事干，整天功课排得满满的，从早到晚。为什么？就算你无病无苦，但是众生病苦不可思议，很痛苦的。所以意念的众生苦，我们要不断的来累积功德，忏悔业障。就像我每次人家告诉我某人生病啊，那我要替他写牌位，写牌位，我就认为说这个写牌位一定跟我有缘，一定做过我妈妈，做过我爸爸，不然我写不到他的牌位。所以各位，你去帮人家助念，那这个人接受你的助念，一定是你去报恩，不然你没办法去帮他助念。所以我们就要替对方忏悔，自己甚至跪下来就像替妈妈替爸爸忏悔一样。那我想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修行。你怎么说我是出家人高高在上，对一个不认识的人你还跪下来替他忏悔，这个就是修行啊。如果你这个傲慢自以为是，那你永远进步不了。所以学佛对自己要有惭愧心，这个世间只要有一个众生在受苦都是你的错，所以要有这样子的惭愧心，才能够讲最后的菩提心。你舍弃一个父母众生，你不可能成佛。所以各位要经常这样练习。所以业障要虔诚忏悔，那冤亲债主呢，除了向他忏悔，那你要满足他，欠他债吧。感情不快乐的人多供花、多供糖，这样啊。缺钱的人多布施，因为你有金钱债主。那这个冤亲债主，最好各位每天参加法会都写一张牌位。昨天的跟今天的又不一样，明天还有嘞。意思是说，每天每天都有不一样的累世累世的因缘，冤亲债主会来讨报。不可能说我今天两个冤亲债主超度完了呢，这辈子就没有了，不可能。因为只要有一个众生在受苦，都是我们的冤亲债主。那至少自己呢要忏悔，就算你忏悔完了，还有你爸爸妈妈、你儿女的，这个都跟你有关系的。所以业力要忏悔，冤亲债主要超度。那你要超度，你要布施功德给他，放生、点灯、诵经、印经，这些都可以。包括今天各位，我们这么精进，这么多人在这边发菩提心、受八关斋戒，听了这么多法师的加持，而且大家还慈悲布施，帮助这些皆有等等等等。那这些你要不断的观想，去回向给他们冤亲债主。第三个就是四大调整，那你要多吃素、运动、晒太阳、看医生都可以了。那这样呢，这个病苦才可以消除。但是如果
就算自己完全都很圆满，但是问题是众生还在受苦，所以业